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今天唱了，大部分唱了，分享了我最新的一些音乐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接下来这张专辑会是比较一个我自己生长的年代，比较偏一个90年代的一个感觉，跟大家见面用一种酷酷帅帅的感觉跟大家见面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在去年的2023年的12月10号，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写的这首歌。然后我们把旋律写完的那个当下呢，我就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，然后默默的流泪，流了大概快10分钟。然后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音乐很奇妙，就是它当下我的感受就是，好像有一个人在摸着我的头跟我说，没事没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一切都走过来了，没事了，很像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拥抱在内心，那种心贴着心很近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首歌又放在我的专辑里面，这首歌叫做《Once Again》，希望也可以感动你们。这首歌叫做《Once Again》。Holding dreams beneath the lights once
我的专辑在11月即将发行了，我大家希望可以发到我现在各个社群媒体上面，然后记得要听我的音乐。新专辑，我是郑中兄 Sherry Z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